师傅，为什么对一个人越好，他越不在乎自己呢？你跋山涉水去见的人不会记得你，他只会记得自己跋山涉水见过的人。付出的痛苦越深，珍惜的程度才会越深。那是不是不该喜欢的那么满？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，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，而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，那人就会拼命爱你。你对他有价值，你的付出才会被重视，爱也难免如此现实。